是有方形、圆形，还有安装方式有台上安装、台下安装或者半签安装。那尺寸的话，从300到500尺寸都有。那这个它的硬度我们也讲了，它的末世硬度达到了 7.0 到 7.5， 高于行业标准的 6.5 啊，行业标准是 6.5。那这个质保我们也讲了，质保方面的话，我们是十年的质保，质保呢不变色啊，不开裂，不染色，这是我们质保的内容。然后日常维护呢，也希望大家平时稍微维护的时候勤快一点，多清洗一下，擦拭一下，用软布清洗就好了，擦拭就好了。然后每个月做一次大的清理维护，晾干之后洗干净，晾干之后涂一层橄榄油，确保它表面这种水珠的一个导流性跟一个合叶效果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大家还有这个颜色上面的喜好，可以随便做一个颜色的一个选择定制。我们常规有这个珍珠黑，现在看到就是珍珠黑，还有马特白是比较做的比较白的一个效果，还有明黄色，还有这个星空灰灰色，还有酒红色，还有蓝色，这些等等，包括粉色我们都有。另外一个呢，你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提供你需要的一些颜色色板给我们，我们可以给你定制，给你调出来。那定制呢，会比常规的颜色略高 10% 这样子啊。另外一个呢，就说到我们这个价格，价格是大家最关心的。实际上我告诉你，其实价格是可以忽略的。为什么？我们是源头工厂，没有中间任何差价，你买到就是省到，就是挣到了。石英石水槽，天然的石英石锻造，耐磨防刮花，坚固耐用，不易破碎，耐污垢，不易沾污，耐高温，经久耐用，全铜抽拉龙头，样式经典，龙头可360度自由旋转，双出水模式自由切换，清洗更洁净，伸缩沥水栏可自由摆放，人性化溢水口设计，防止水漫金山，过滤提笼，轻轻一提，快速排水。